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副骑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08集的节目。由于我录影片的房间呢，这两天呢，浴室呢在做施工，里头有非常多的灰尘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啊，房间非常的混乱，那导致于说我录影片的房间呢，现在的空间完全不适合来给大家做开箱影片。 当然也包括做一些后置的工作，我的电脑啊什么的，上面都一层灰啊。那我就挑了我们家另外一个小空间的话呢，来给大家做最后的这一款 NA 所推出的大力神的合体。那么众所皆知啊，他们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合体部分呢，需要利用到一个这个所谓这个骨架的部分。那可能有一些人呢对此呢是非常之不满意，那无所谓啊。 你满不满意我不重要，反正是厂商自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而且说句实在话啊，人家也不是最后才逼你买的啊，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我们是需要中间这个骨架的。那能不能接受，纯看个人了啊。那我觉得呢，至少呢，我们在整个把玩的过程里头，它的一个 QC 的部分呢、材质这个部分的话呢，还是过得去的。因为这些东西呢，你无法从图片上去了解。那至于图片上已经一目了然的东西，那我觉得。 其实去苛责他们，有点没意思啊，有点没意思。当然，价格问题的话，大家就自己去衡量了。那我们的话呢，就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两条腿，这个是背包，这是胸口，然后这个就是对应的手臂啊。那对应的这个以困难度是这样子上去的、啊，越底下的呢是变形难度是越难的啊。这一款的一个龙或者绿色砂石车呢，是里头变形最难的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足部的话呢给解放出来。 再来的话，它是要把这个鞋尖给弄出来，还有这个脚后跟，脚后跟在这里这一块部件啊，把它给撬出来，这金属部件。两腿不小心打开也无所谓了啊，记得再把它合上就可以了啊。打开人家的腿，记得把它合上就行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大腿这一侧啊，也不要忘了照顾人家的大腿啊，这里是有两个凸，也是要翻出来的。 好，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再次的把这个部件呢给折回去。折回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紫色部件的这两个凸啊，刚刚我们翻出来的这两个凸，以及脚侧不对，以及脚的这个正面这两个凸，分别要对应扣进这里有两个凹，还有这里有两个凸。啊，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复杂的，只要是紫色的这个部件的话呢，要翻出来之前你要稍微找一下，如果你不知道，可能就没扣上。 那这里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在这里啊还有两个凸，把它翻出来，然后对应上面有两个洞，把它给扣上去，这边给扣上啊，扣上去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把它捏紧一点，然后脚的一个前脚掌跟后脚掌啊处理一下就行了。最后的话把这个部分给打开，往上拉出来啊。待会的话呢就准备进行一个结合，这个是它的变形里头呢最困难的一条腿，在这里已经把它给变完了啊。好，那么再来。 这个推土机这个部分也是比较简单的，再往前推下来就可以了。再来呢，把这个部件呢给解开，往下翻折，再扣回来。这个部件的话呢，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完全变对了啊，我是看着这个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翻折过来，转下来，然后呢一样的这个卡扣，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呢手臂啊把它给拉长啊，这样它的一个脚后跟的话呢就会比较长一点点。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我记得是好像我把它给稍微缩短一点，还是怎么样？这个脚，我记得是要把它给缩短，还好缩短，这样子，这样支撑力度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啊。最后组合完成之后呢，再来做调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吊臂的话呢，就把它给缩短了，从这个地方拉开啊，拉开之后的话呢，就把它利用这个连接杆。 待会做一个反折，不过在那之前的话呢，先把拳头呢，你看你这个拳头呢，如果不转向的话呢，它是会妨碍到这个紫色连接杆的。你如果把它给稍微转向一下，然后从这个地方结合上去啊，这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扣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这里有块部件，啊不对，这个部件要先翻下来，错了，先翻下来，然后这里有一个横向的一个凸凹啊，先这里要先翻下来。 再扣上去。如果你这一块没有翻下来，到时候这个大力神的一个领口会有一个东西卡住它。好，到这边这个也就完成了。最后的话呢，这个龙后也是很简单啊，就上面把它给打开啊，反折下来到这就行了。然后这个到时候拼装的时候就这个轮子翻到外侧。好，待会组合各位就明白了。怪手的话呢，是先把这个地方紫色的部件往下打开，好，锁扣打开。待会的话呢，要来扣东西。那么最后的这一台铲车的话，它是完全不用变形的，啊，直接里头有三个洞，直接再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组合变形了。首先从这条腿开始啊，它两腿的话呢，做一个打开，非常简单的一个打开。 到这边，哎，说简单，其实好像也没那么简单啊。有了，还是要先把它给撬开，然后呢，这个对应边这里有一个图跟凹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扣上去。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一按，哎，上去组合好了，这个腿就 OK 了。这边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对应都有一个卡，这里有两个大凸小凸，这里就大凹小凹，这里把它给扣上去，然后侧边这个地方有一个结合的微点，将它给扣上。 啊，非常简单的一个拼装的一个积木的一个感觉，就把它给完成了啊。好，腿部的一个站立就是如此这一般了。然后呢，我们把它移到上半身的部分。上半身这个部分呢，我这里已经先把它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呢，你就是把它给放进去就可以了。放的时候呢，是这里啊，这里有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凸啊，在这里，它要去扣在这个洞里头去啊，我们就把它给。 放上去，放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放到特别的精准了，因为这个部件可以很轻松的就盖上来，然后这个部件是往后推一点点，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再把它给压下来，这样就可以了啊。这个因为不是我经常录影片的那张桌子啊，这高度不是很适合我啊。OK， 好，然后呢，这个胸口的话呢，也算是。 变形完成了，等一下我稍微调整一下这个相机的机位，似乎调得太高了啊。好，最后的话就把这个部件给打开，然后呢，刚刚这个龙后我就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它的主要的一个结合的卡扣的话呢是在这里啊，这里放下来之后啊，这里是有两个凸啊，两个凸要勾进这两个洞里头去。那我们就是去调节一下它的一个高度啊，这边我们来看，哎，好像。 哎，放的不够进去啊，呵呵，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这里，把它给，然后拇指的话，从下方这里把它给稍微抵住一下，不一定要拇指了啊，你要用食指啊什么指，你任何凸起，够把它够坚挺的东西把它顶起来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轮子啊，嗯，不是很清楚是不是这样子放，但是呢，我个人是有时候我会倾向说是干脆把它给整个。 甚至是往内折进去也没关系，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是习惯了，干脆把它往内推到底，再反折进去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这样按上去。好了，这个背包的话呢，大概就是如此这一般了。最后的胳膊的话呢，就更加的简单了，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站立的一个 pose。这里它的话呢，组合的位点的话呢是。 哦，我想一下，我看一下哦，这里，它的一个卡扣啊，在这边，这里有左右两边各有两个凸跟凹，我们就是去扣在这个紫色部件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我就不用特别解释了，就直接将它给咬合上去。在这边咬合上去，然后上方的话呢，这里还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就自然而然会扣到定位了啊，它是一个三角的一个卡扣。 好，这个脚的话没有站得很稳呢，是不是没有变好还是怎么样？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就更简单了，它是直接这里是有三个，1、2、3，1、2、3，然后扣这里有三个洞跟三个凹的一个结合，这个是完全不需要做任何调整，直接扣上去啊就可以了。 如此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款 NA 所推出的，这个海克力士吗？还是什么工程联合作战部队，就完成了它全部的一个变形过程。我们现在来看到它的最后大合体的一个状态啊，非常巧的是，它跟盒子的高度呢几乎是完全一样。 那诚如我节目一开始所说的啊，使用这个人形的中间这个骨架呢，啊，它也不是说最后才告诉你它是使用菱形骨架的，而是一开始呢就已经告诉我们大家呢，它会用这种方式呢来呈现最终的大合体。各位你可以看一下啊，即便是这个伸展到最长的这个两条腿的部分，它这么大，然后你看6个人物要合体的话呢，你想两个家伙呢拿来合成腿的话，扣掉4肢，你顶多身体的话呢各两个部分，顶多叠起来就这么高吧。如果说你不使用骨架的话呢，这个大力神它合体起来顶多只能到这个家伙的身体啊，变成说呢，完全是依靠人形骨架的关系，把整个家伙的身高啊、比例啊，通通都给撑起来。那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的话呢，这款玩具其实你就跳过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你如果说这么，其实我觉得啊，坚持还原变形过程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一个加分点。就像我对很多电影系的玩具呢，如果它的一个变形啊，像这个很多钢索的变形，我觉得它没有还原动画里头变形的一个形象啊。因为大家不管对电影系也好，或者是 G1 系的钢索，它的变形的一个形象，它的一个样子啊，大家都是印象很深刻啊。如果说你在操作变形的过程当中呢，不够像的话呢，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遗憾。这一点我完全是可以认同啊。那这个枪是可以发光的啊，就一边把玩的话呢，一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那变成说呢，如果你是使用骨架，你当然在变形的这块部分呢，就是要给它打个0分了。但是呢，透过这个骨架之后呢，得到就是一个4肢比例非常漂亮的大力神。然后呢，在变形的过程啊，就小比例玩具的变形的话呢，我是觉得还是相当的有水准啊。可能惊喜感可能少了点啊，毕竟它每一个过程呢，每一个个体的话都要稍微去迁就一下第三形态啊。当然也有人完全没迁就第三形态了，就这样的家伙。那整个玩具的一个倒角处理，关节的紧实度啊，用料啊什么的话呢，这一些呢就是从图片上呢看上去好看，但是呢不知道实际把玩起来会怎么样的部分呢我倒是可以很负责的跟各位说，在这方面 NA 是有做到它的应有的水准啊，没有欺骗大家了啊。包括使用人形骨架这个部分呢也并不是到最后呢才逼大家去接受的啊。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觉得也不算什么槽点了啊。反正呢，他们就是选择了用这个部分用这个骨架的部分来呈现这一款的玩具。那综合来说，可能还是来自于说价格的问题吧特别是有人会拿这个官方的这个，也是有吹出过大力神啊。然后官方的大力神的当时在反斗城卖的价格呢，可能也跟这一款的价格呢相差不会太多，但是体型大小非常的多。不过那一款玩起来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拍过啊，就是非常松垮啊。我的话呢会宁可选择吧可能我的话会宁可选择说这个能够摆着好看，然后也能够偶尔拆开来玩的这个玩具，可能吧。这个东西呢，我还比较有机会呢，再把它拿出来玩第二遍像官方那个玩具，这我已经让它暂时不知道多少年了啊。那这个玩具的话呢，有好有坏，有褒有贬，大家呢看一看，知道一下就行了啊。那至于我的话呢，这个厂商给的一个配件嘛，我当然是玩得很开心了啊。那你喜欢大力神吗？你喜欢小比例的大力神吗？这个你就自己去衡量吧。那都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